夏天就是要玩水，少不了热裤、短裙、背心。想要展现匀称身形，除了多运动，还要从戒掉手摇饮做起。夏天到了，手摇饮真的很难戒掉。那我之前是比较喜欢喝奶茶类的，但我现在就是改成喝无糖的绿茶、无糖的乌龙茶来代替，然后维持身材。我平常除了饮食控制，也有实行168。那我朋友刚好有推荐我喝一种茶，刚好是哈校园他之前代言的那一款，那喝起来我觉得还蛮有效的，也可以热冲或是冷泡这样子。由哈校园代言的七日鲜鲜体茶推出后引起热烈讨论，它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林荣之医师率领团队研发的天然汉方减脂茶，散发淡淡绿茶香，最适合夏天用来替代手摇饮。那因为夏天来了，我们中医在设计这个春夏秋冬的药品好饮品的时候就会有点差别，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特别加上了两个有关于玫瑰花瓣还有绿茶的这个部分。这个玫瑰花瓣针对皮肤的一些特质有一些促进改善的效益，茶叶呢除了有一些抗氧化的，那其实对肠道是解油腻的口感其实都是有帮忙的。现代人对手摇饮的需求非常大，对身材或是体内循环都造成负担。七日鲜玫瑰绿茶能帮助在日常生活中用喝茶的方式养成易瘦体质。配合原来有的这个决明子啦、望江南啦、藤蔓果等等，我想这是一个相得益彰，特别适合在现在这个季节来使用，就是针对夏天的那个皮肤的状况做一点调整。那它在盒子上面有三个介绍，我们有很单纯用一般室温的冷泡，你也可以泡完以后放冰箱，或者是直接自然大家常用的那个泡茶包的方式都可以。七种天然汉方成分能帮助抑制食欲，增加饱足感，热冲冷泡都很好喝，短时间内就能感受到健康轻盈，成为夏天最夯的保健饮品。记者许少平、柯志祥台北报道。